前唱着网络爆红神曲，还带动作，超级卡哇伊。大陆第一网红冯提莫靠着甜美外形，外加绝佳歌喉，粉丝人数超过1700万人。亲爱的，爱上你，从那天起，甜蜜的很心。在街头边唱边直播，冯提莫近来到泰国旅游，网络上也抛出多张美照，一双大长腿配上白皮肤，堪称女神降临。不过却有粉丝在泰国偶遇女神，提报冯提莫本人其实长这样，身穿连身泳衣背对镜头，和网络美照比一比，大长腿瞬间缩水，看起来也有点粗壮，臀部还有些微下垂，照片流出后让粉丝看傻眼，直呼女神崩坏了。还有网友翻出冯提莫过去照片，看起来似乎也长得不太一样，过去鼻子扁塌，现在鼻梁高挺，脸型也从肉肉脸变成瓜子脸，让外界质疑冯提莫是修图修太大，还是真的有动刀修修脸。不过对于外界这些质疑，冯提莫始终没有回应。过去有不少网红本尊和美照差太大，引发网友热议，笑称这些网红真的是诈骗集团，只能怪修图功能日益强大，才会让粉丝看到本尊有点小失望。记者张慧琳报道。